你是否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你是否想过与外星人进行交流？你是否愿意前往一个遥远的外星球与外星人共同生活？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那么你可能会对塞尔波计划感到好奇。据说，这个话题的原始资料在美国互联网上都被删除了。塞尔波计划是一项据称由美国政府在1965年与外星人建立起的交流计划。据说，这项计划持续了约十三年。 期间有十二名美国军人被派往外星球塞尔波与外星人建立交流。这个计划的真实性和细节一直存在争议和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官方的确认。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是真的，那么它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和最神秘的事件之一。那么塞尔波计划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塞尔波计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七年。 在新墨西哥州发生了两起不明飞行物坠毁事件，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和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的另一起坠毁事件。据说，在这两起事件中，美国政府发现了七具外星人的尸体和两艘飞碟。其中一名外星人在坠机事故中幸存下来，并被转移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名外星人被称为 E.B.，即 Extraterrestrial Biological Entity One。 E. B. 与科学家和军事人员建立了联系，向他们提供了其母星的位置，并继续合作，直到1952年去世。E. B. 提供了有关坠毁不明飞行物内部物品的信息，其中一件物品是他被允许使用的通讯设备，可以联系他的母星。在1952年，美国政府成功地使用了这个设备，并与 E. B. 的同胞建立了联系，他们来自 Zeta r e t i c l y 恒星系统的行星 c i r、ER、c l e 他们被称为 Evans。Evans 对于地球上发生的事情表示了歉意，并提出了一个交换计划。他们提议在1964年派遣一艘飞船到地球，并带走一些地球人到他们的星球进行交流。美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开始为此做准备。塞尔波计划的过程，在1964年4月24日，一艘外星飞船降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 在取回他们死去的同伴的尸体后，外星人利用外星人的翻译装置进行了用英语进行的信息交流。他们告诉美国军方，他们准备好带走十二名地球人到他们的星球，并保证他们会安全返回。美国军方已经挑选好了十二名志愿者，他们分别是十名男性和两名女性，来自不同的军事部门和专业领域。他们的任务是。 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外星球上生活、社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并与外星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他们被告知，这次旅行将持续十年，他们将无法与地球保持联系。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十二名地球人乘坐外星飞船离开了地球，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性的旅程。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塞尔波，这是一个与我们相似的行星，尽管更小。 它围绕一个双星系统运行，其大气层的成分与地球上的相似。然而，两个太阳意味着更高水平的辐射。十二个人必须随时采取保护措施，其中两人死于并发症，酷热难耐。剩下的人类花了几年时间才适应。另一个问题是食物，船员们已经吃了足够他们吃两年半的食物，但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吃当地的埃本食物。 任何出国旅行的人都知道，吃当地食物对胃肠道的严重影响。但人类工作人员最终调整了。另一个问题是 s u r p a l 上一天的长度是四十三个地球小时。此外，由于他们的夜空被较小的太阳微弱的照亮，它从未完全黑暗。船员们拥有探索外星球的完全自由，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外星世界的地质情况不同，山上、海也少。 存在几种类似植物的生命，但大多靠近极地地区，那里比较凉爽。还有一些动物生命类型。埃本斯将一些较大的动物用于工作和其他任务，但从不作为食物来源。他们通过工业过程生产食物，其中有很多塞尔波的居民生活在由大城市领导的小社区中。他们没有中央政府，但没有中央政府似乎也能过得很好。埃本斯有领导力和一支军队。 但地球团队注意到，他们从未使用过任何类型的武器，暴力几乎闻所未闻。他们没有金钱或商业的概念，每个埃本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放物品。地球上的人口约为六十五万人。人类船员注意到，埃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纪律处分，根据太阳的运动按时间表工作。除了埃本，塞尔波上没有其他文明。他们的繁殖方法与我们的相似，但成功率要低得多。因此。 他们的孩子被高度孤立。事实上，人类工作人员遇到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打算拍摄埃本儿童的照片。他们被军队护送走，并被要求不要再这样做了。塞尔波计划的结果，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剩下的八名地球人终于返回了地球。他们迟到了三年，并且缺了四个人。两个人在外星球上死了，一男一女决定留下来。返回地球后。 探险队的其余八名成员被隔离了一年，在此期间，他们听取了汇报，完整的账户积累了大约三千页。他们也接受了医疗检查和心理评估。由于长期暴露于辐射，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癌症和其他疾病。他们也经历了严重的文化冲突和适应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想要回到塞尔波。在一九八四年，第一个探险队成员去世。在一九九零年。 只剩下两个人还活着。在一九九三年，最后一个探险队成员去世，选择留在塞尔波的两人命运不得而知。自一九八五年以来，埃本家族就没有与地球接触过，美国政府也没有再尝试与他们联系。塞尔波计划就此结束，但他的秘密却被保存了下来。直到二零零五年，一位自称是政府退休雇员的匿名消息人士向一个 UFO 讨论组发送了一系列电子邮件。 揭露了塞尔波计划的存在和细节，这些电子邮件引起了 UFO 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有些人相信这些电子邮件是真实的，认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见证，证明了外星人和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些人怀疑这些电子邮件是虚假的，认为他们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的谎言和骗局。至今，塞尔波计划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没有任何官方或权威的机构对其进行过确认或否认，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或渠道来验证或反驳这个计划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和理性来看待这个话题，不要盲目的相信或否定任何一方的说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塞尔波计划究竟是真是假，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无论如何。 塞尔波计划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和想象的机会，让我们对外星生命和外星文明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好奇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来探索这个未知而神奇的领域。